亲爱的观众朋友，全军的战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谁是终极英雄》的系列节目《圆梦练兵场》，我是主持人蔡国信，我是主持人赵涵，欢迎大家的收看。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将把大家带进特战旅，去领略一下当今中国特战队员的风采。讲到这个特种兵啊，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啊，心里都充满着一种神秘感，是啊。因为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啊，可能过去在电影里或者说在电视剧里看到过特种兵，但是今天我们要真正见一见中国的特种兵。在济南军区呢，就有这样一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部队，应该说特种兵呢是我们战斗部队的精英力量。在济南军区呢，这支特战旅呢自组建以来呢，他们就以敢于献身、敢打恶仗、敢挑重担、敢争第一、敢于超越的五敢精神，为我们的八一军旗增添着光彩和荣耀。是的，在国内训练他们永不放弃，在国外比武他们是外国特种兵最不敢招惹的人。太厉害了，他们就是济南军区雄鹰特战旅的特种部队。这支军队在现代战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他们的单兵作战实力也是中国军队中的佼佼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他们的风采。济南军区雄鹰特战旅，他们以翱翔蓝天的雄鹰为标志，他们以叫响军区、叫响全军、冲向世界为目标，他们以明天走向战场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他们以敢于献身、敢打恶仗、敢挑重担、敢争第一、敢于超越的五敢精神闻名全军。这支部队汇聚特战精英，具有光荣历史。它诞生于解放战争年代，改编于我军战略转型的历史时期，是一支集特种侦察、特种作战于一体，编制精干、装备精良，可担负陆地、海上、空中三栖作战任务的新型部队。作为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作战中钢刀上的刀尖，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突击拳头，雄鹰特战旅的士兵人人都是精锐，个个身怀绝技，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训练，在血与火的磨砺中锻造出一批具有钢铁意志与超强素质的铁血军人。历史赋予了深厚的底蕴，传统孕育出顽强的精神，长期的艰苦战斗和生活环境的磨练，打造了我们济南军区特战旅官兵的顽强的战斗意志。步入我们雄鹰特战旅啊，我一下子就被伫立在训练场旁的一尊尊一等功雕像吸引住了目光。他们个个都是曾经扬威国际赛场的铁血战士，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为荣誉而战的铁血传奇，并且他们都曾用自己的血汗为五星红旗增过光、添过彩。这是一支时刻准备打仗、能打胜仗的队伍。走进营区呢，我就看见了这几个大字：明天走上战场，你准备好了吗？这是一个充满着铁血豪情的地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走进我们的特战旅，
很多官兵就告诉我，最好的日子永远是昨天。特战军，坚决战斗，战无不能，不如死。谁最终能成为圆梦练兵场军事过硬的特战神兵？谁最后能成为最受大家喜爱的特战英雄？欢迎收看《谁是终极英雄之圆梦练兵场》。圆梦练兵场，我要把青春镌刻在军旗上。圆梦练兵场，我要让生命光彩在军旅绽放。亲爱的战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到底谁能成为圆梦练兵场的终极英雄？金牌教官以荣耀出发，展开行动。他就是屡立战功的特战传奇人物，济南军区某特战旅副旅长刘晓东。每一赛场都是战场，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圆梦练兵场，我是刘晓东，我期待你的胜利，加油！西方有句军事谚语这样说，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绵羊，能够打败一只绵羊带领的一群狮子。无疑，刘晓东是一头狮子，而且善于带出一群狮子。这些狮子他们并不陌生，扬威国际赛场的国防生指导员魏法强，勇夺首届全军特种兵比武三块金牌的金牌连长庄虚洲，两次一等功荣立者小猎人张金涛。2001年，刘晓东经选拔进入委内瑞拉国际猎人学校学习，由于成绩突出，他的头像被永久刻在猎人学校的荣誉墙上。他的经历和电影《冲出亚马逊》中的情节一样，刘晓东就是电影中主人公王辉的原型人物。伯乐识良驹，今天谁将闯入刘晓东的视线？谁将让他大吃一惊？泰山脚下，年轻的战友正在为圆梦激情奋战在练兵场。在这里，忠诚是他们坚定的信念，苦练打赢本领是他们的忠诚誓言。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只要有梦想，胜利就会属于你。雄鹰特战旅对选手进行了极为严格的选拔，经过多科目的层层选拔，最终有10名选手脱颖而出，拿到了《谁是终极英雄》圆梦之旅的入场券。亲爱的观众朋友，全军的战友们，欢迎来到《谁是终极英雄》圆梦练兵场第一站的现场，我是主持人蔡国庆，我是主持人赵涵。经过我们严酷的海选，也可以说是激烈的对抗，今天呢将有10位战友来到我们圆梦练兵场的第一站的现场。哎呀，你看看今天这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恶劣哈。是的，这个漫山遍野的黄沙，刮着4-5级的大风，但就是在这样的严酷的环境下哈，我们的战友呢，无论面对怎样的自然条件的严酷，面对怎样强大的对手，他们都会用他们高超的这个技艺来展示当今中国特种兵的传奇和风采。是的，我相信我们所有的队员啊，都曾经在竞技比武的赛场上获得过很多的荣誉，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可是今天面临的挑战啊，也是非常残酷的，因为比赛一开始就会有现场的教官来做出评审，马上就会有4名队员面临着淘汰。啊，是的，你没想到吧？比赛就是这么严酷。但是我想啊，所有的队员都舍不得离开我们圆梦练兵场的赛场。好，我们马上看一下圆梦之战第一关的赛制。圆梦练兵场之战第一关，资格挑战赛。10名队员通过本场比赛，将有6名队员进入冠军组，
四名队员进入逆袭组。比赛分两轮，第一轮为挑战赛，通过抽签派出首位选手，并选择挑战下一位选手。下一位选手应战后，两相比较，胜者过关进入冠军组，败者将进入逆袭组。第二轮为逆袭赛，逆袭组的五名队员将接受全新的突围任务，本轮得分最高的一名选手将晋级进入冠军组。其实现在呢，我们马上要进入的呢是通过我们的抽签，我们要看一看首发签到底会落到哪一位队员的手中。观众朋友们，圆梦练兵场第一关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作为一个教官，我会很认真的仔细观察你们每一个队员的表现，我希望可以找到心智与体能一起成熟的战士。我们特种兵之所以被称为特，就是因为与普通作战人员有不同之处，这表现的你要有坚强的个性，不怕牺牲和勇敢战斗的精神，有出众的记忆和超凡的毅力和耐久力。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原因和你们一样，我是刘晓东，我支持你。在中国有一支神秘的部队，这支被称为雄鹰的特战部队就是我军最精锐的特战作战部队之一。他们个个身手不凡，艺高人胆大。谁是终极英雄将近身拍摄十名特战官兵，他们将全副武装进入梦想之战的比赛序列。他们将按照美观积分排列名次晋级或淘汰。第一关首先进行的是蒙眼结合95式步枪，难度系数3颗星。在每一组队员的面前都摆好了95式步枪的组合零件，但是每一堆零件当中都少一个部件，谁没有完成组装就将进入逆袭组。好了，观众朋友们，十位特战队员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我是二号选手利民，山东日照人，2010年入伍，下士军衔，现在是特种作战旅应兵班长。今天我要挑战的选手是一号选手孙建忠。有请一号选手上场。大家好，我是一号选手孙建忠，山东临沂人，2009年入伍，中士军衔，现任特战旅班长。刚才二号选手向我提出了挑战，我坚决应战。在平时的训练中，我们便不相上下。凭借圆梦练兵场这个舞台，我要战胜他。准备演奏。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开始。组装枪械的比赛刚刚开始，刘教官就伸手拿走了一个枪托。要知道，少了它，整支枪就不能完成结合。然而，对于这一点，正在忙于组装的一号队员孙殿征、二号队员利民却丝毫不知情。他们按照自动步枪结合的正常程序，把一个个部件拼装组合起来。从目前的进度看，似乎还看不出谁先谁后。可能一号队员孙殿征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看似随意的动作对于他来讲有多重要。能够提前抓到这个枪托，就意味着完成自动步枪结合有了充分的把握。不知道您还是否记得，刚才刘教官拿走了两支枪当中的一个枪托。有了这个宝贝枪托，孙殿征按部就班地组装好了整支步枪，装上弹匣。一号队员孙殿征大功告成，二号队员利民就只剩下枪托和弹匣没有装上，可是摸来摸去就是没有，现在到哪儿去找呢？原来早被刘教官偷偷的拿走了。结果就是利民挑战失败。不，好，停，接着演着，上面成绩。报告，一号选手顺利完成，用时2分17秒。一号选手胜出，
进入冠军组，二号选手进入逆袭组。请八号选手上场。大家好，我叫严培春，来自山东高密，2009年入伍，下士军衔，现在是特种作战旅一名班长。我挑战的对手是六号选手阿西莫嘎，他曾经立过一等功，是我心目中的强者。今天我要挑战他，我要比他强。请六号选手上场。大家好，我是六号选手阿西莫嘎，四川凉山人，彝族，2005年十二月入伍，上士军衔，现任特种作战旅代理排长。刚才八号选手杨伟宗向我发出挑战，我有信心赢得这场比赛。准备面到。刘教官在他俩身后转来转去，故伎重演，又拿走了一支自动步枪的枪托。八号严培春，六号阿西木嘎对此浑然不知。那么谁能在这首轮比赛中成功晋级呢？那就要看谁先能摸到那个至关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枪托了。本来这个枪托是在六号阿西木嘎这边，可是硬让八号严培春给摸走了，这下六号阿西木嘎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也无济于事。八号严培春挑战成功，八号选手顺利完成，更迟1分17秒。八号选手胜出，进入冠军组，六号选手进入逆袭组。下面有请四号选手上场。大家好，我叫李志刚，来自山东东营，2011年十二月入伍。今天我要挑战的选手是四号选手宋肖瑞。说到宋肖瑞，他在平时的军事训练中都是名列前茅，也是我学习的榜样。今天我就要证明自己，今天我一定能赢。下面请四号选手上场。大家好，我是四号选手宋肖瑞，山东烟台人，2010年十二月入伍，下士军衔，现任特战旅班长。我是一名狙击手，同志们都称我为威龙一军。通过刚才李志刚同志对我的挑战，让我热血沸腾，我十分有信心战胜他，取得胜利。完毕，准备演到。准备好了没有？好了，好，开始。四号李志刚，十号宋肖瑞，他们可是一对山东老乡，但是在赛场上照样是互不相让。经过一番紧张有序的结合，一堆散乱的零部件在他们的手里逐渐形成了一支自动步枪的基本形状。然而就在十号宋肖瑞把枪托扣上的这一瞬间，
任凭四号李志刚在桌上再怎么摸索，也无法摆脱本环节比赛的失利结局了。报告，十号选手顺利完成，用时2分01秒。十号选手胜出，进入冠军组；四号选手进入逆袭组。下面请九号选手上场。大家好，我是九号选手高强乐，来自湖南永州，现任特种作战旅班长，2009年入伍，今年第5年。今天我要挑战的是五号选手王杰，我们俩是同一年兵，也同一年荣业总工，平时训练也都旗鼓相当，不分输赢，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能有这次机会。狭路相逢勇者胜，今天我就要在这里打败他。下面请五号选手上场。大家好，我叫王杰，山东烟台人，92年出生，09年入伍，军衔下士，现任特种作战旅班长。面对同年兵高翔乐的挑战，我坚决应战。虽然平时他枪法比我精准，但在枪械组合中我一定比他强，所以在这一次比赛中，我有信心接受他的挑战，我一定会打败他的。准备演奏。吃饭没有？好，开始。第四轮上场的是九号高翔乐和五号王杰。刘教官拿走了九号高翔乐身边的枪托。在这场比赛中，王杰和高翔乐结合步枪的动作相似，在速度上也看不到什么差距，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开始摸索枪托，也几乎同时找到了这个关键的部件。高翔乐居然松手了，不知道是不是九号高翔乐有意谦让，或许是他还以为能够再找到另一个枪托。此时他根本想不到，就是这样不经意的一松手，松掉的可能是这个科目的晋级资格。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九号高翔乐摸不到枪托，只能无奈地站在一旁之时，五号王杰拿起枪托装了几下，没能严丝合缝，肯定里面还有什么部件没有安装到位，他只好把枪托重新拆了下来。而在一旁的九号高翔乐听不到对手喊报告，就忙不迭的又开始摸索起来，这一下再抓住枪托可就不能松手喽。胜出进入冠军组，五号选手进入逆袭组。下面请七号选手上场。大家好，我是七号选手，我叫秦定成，2011年入伍，现在特种作战旅任班长，下士军衔。今天我要挑战三号选手朱天令，我们两个同在一个连，同任班长，他军龄比我早一年，
去年是我的班长，生活中我们两个是好兄弟，但是今天在赛场上我们两个是对手。有句老话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今天在赛场上我一定要战胜他。下面请三号选手上场。大家好，我是三号选手朱千令，河南新乡人，现为特种作战旅一名班长，下士军衔。面对七号选手秦景昭的挑战，我坚决应战。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连队，在平时的训练中我们两个都经常以彼促训，但每次我都赢多出少，所以对于这次比赛我依然有信心有把握战胜他，相信我，我的行。准备好了没有？好，好，开始。现在上场的是七号秦庆涛，挑战三号朱千令。来自同一个连队的这两名选手，组装自动步枪的套路却不尽相同。七号秦庆涛却是尽量多的先把零部件搜罗到自己的手边，而三号朱千令是抓到部件就开始拼装。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组装习惯的差别，让七号秦庆涛在这个环节的比拼始终处于慢半拍的状态。这个关键性的枪托最终还是被三号朱千令给抢走了，比赛结果也可想而知。报告，三号选手顺利完成，用时2分02秒。三号选手胜出，进入冠军组，七号选手进入逆袭组。我们10个阵营的队员呢将会被分为两组，其中的一组呢将会有可能去争夺圆梦练兵场谁是终极英雄的冠军组，同样的还有另外一组呢，他们将不得不为升级而进行全力拼搏的逆袭组。那么现在要进行比赛的呢是逆袭组的比赛，我们到底要看一看我们的教官到底给他们出了什么样的难题，可以让他们逆袭成功。而在参加逆袭组比赛的5位队员当中呢，只有一位最优秀的队员才可以重新获得冠军组的比赛资格，让我们拭目以待。遭遇小组挑战赛失利的5名队员还未从失落的情绪中走出来，又接着被带到现场接受新的挑战任务。战友们，刚才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应该说很遗憾哈，你们是暂时的失利啊，但是我相信凭你们的高超的技能，而且更重要的凭你们的信心，一定可以反败为胜。你们觉得有没有反败为胜的决心？有。太棒了，这就是我最想听到的声音。好了，各位战友，摆在你们面前的呢应该说都是你们熟悉的这个手枪的这个枪械的部件，但同时呢为了迷惑你们，我们又放了几种别的枪的这个小的部件，看看你们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很精确的完成组装这个手枪的这个部件，那么谁就有可能最终反败为胜。我希望战友们大胆用心，因为在你们面前的这个部件看似简单，实际上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你们要在我们裁判的严格的监督下完成这一组装的任务，得分最高的将会进入到冠军组。接下来进行的是蒙眼结合手枪，难度系数3颗星，在每个队员的面前除了手枪的零件之外还有其他枪械的组合零件，速度最快的一名队员将有机会进入冠军组。准备演奏。
大兵啊！站住！对于场上的这五名选手来讲，进行的九二式手枪的结合，谁能脱颖而出，率先完成，谁就能进入冠军组。选手们凭借着平时对手中武器的熟悉掌握，凭借自己的手感，在散乱的枪械零件中摸索着找到手枪的部件，以最快的速度组装起来。好，停！停！六号用时32秒下。六号选手进入冠军组，其他四名选手继续在逆袭组。在圆梦练兵场逆袭组的第二场的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我们有五位暂时落后的队员，但是他们通过全力的打拼，其中呢有一位优秀队员呢已经回到了冠军组。我想各位战友观众朋友都知道，在练兵场上这里并没有喝彩声，也没有掌声，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特战队员的顽强的拼搏精神。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的教官到底还会出什么样的难题，可以让我们暂时落后的队员呢逆袭成功，把更优秀的队员呢更多的送到冠军组。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第二关的赛制。本关赛制，圆梦练兵场之战第二关，单兵射击技能淘汰赛。10名队员通过本场比赛，将有4名队员被淘汰。本关比赛目前领先的冠军组为首发小组，参赛选手的比赛顺序按选手编号从小到大进行，并依次完成。暂时领先的冠军组队员，在每一轮比赛中成绩最差的一名队员将会降级进入逆袭组。逆袭组的队员在逆袭战中成绩第一的队员则会晋级到冠军组。经过循环赛，在本关累计成绩得分最低的4名队员将被淘汰。让我们再一次请出刘教官。只要我们心怀梦想，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去应对一个又一个挑战。每一次赛场都是战场，作为一名狙击手，不仅要精度，更要速度。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每一颗子弹都是最后一颗。我真诚地说，晚0.1秒就是你死，这就是战场。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冠军组对人体部位靶射击，难度系数4颗星，前方设置5个人体部位靶，由左至右分别为1号至5号，由指挥员随机选出3个目标，使用弹数3发，命中目标相同时用时最少者胜。1号选手就位。1号目标头部，3号目标肘部，5号目标膝部，准备开始。现在上场的是1号孙殿征，按照刘教官刚刚指定的3个目标的3处不同位置开始握姿狙枪。1号射手用时40秒22，命中3个目标，目标正确。1号射手退场。3号射手就位。3号射手2号目标肘部，3号目标腹部，5号目标头部，开始。现在轮到3号朱千令射击了。射手用时27秒16，
命中两个目标，队长。六号射手，注意。六号射手，一号目标，肘部。三号目标，腹部。四号目标，膝部。听着没有？是。准备射箭。看看。刘教官就在现场，那么随口一说，阿西木嘎，你能记住吗？六号射手用时35秒一次，命中三个目标。六号射手，队长。八号选手，就位。八号射手，到。一号目标，头部。三号目标，肘部。四号目标，膝部。听着没有？对。准备射箭。看着，现在上场的是被战友们誉为攀登王的八号严培春。八号射手，三号目标，肘部。严培春应该射击的是三号靶位，怎么突然打到二号靶位了呢？用时21秒05，命中两个目标。这样的成绩让八号严培春多少有点沮丧，问题出在记错了目标，打错了靶位。九号射手，这位。九号射手，二号目标胸部，三号目标腹部，四号目标肘部。听着没有？听。准备射击。看着。九号高翔乐有一个小小的绰号，快枪王。九号射手，用时28秒37，命中三个目标，队长。十号选手，就位。十号选手，一号目标头部，二号目标胸部，四号目标腿部。准备射箭。宋肖瑞在射击的时候习惯性的回头冲战友笑一笑，正因为他这个可爱的动作，战友们把他称作温柔一狙。逆袭组的队员追踪目标射击，难度系数5颗星，就是用狙击步枪命中滚动轮胎中的红色气球，使用弹数2发，以命中红色气球时间少者获胜，只有一名队员可以进入冠军组。二号选手，就位。准备射箭。又一次面临五选一。二号利民在上一轮蒙眼结合手枪的比赛中，只差一点儿就能够获得晋级资格。现在他能够把握好这个难得的机会吗？轮胎滚动的速度很快，没有多少射击时间。射击移动气球就是要抓住转瞬即逝的激发瞬间，对目标一击毙命。哎呀，第二枪也没有打上，真是太可惜了。二号选手，退场。嗯。三号选手，就位。出发。哎呀，
真一枪打急了，等一会儿速度稍微稳定再打。三号朱先令也是两枪都没打上。15秒3，三号选手进场。四号选手站位。出发。四号李志刚准备射击，移动目标射击要有0.1秒的提前量，在看不见目标的情况下，就要看选手敢不敢击发。好枪法，非常精准。有了这样的成绩，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晋级了呢？四号选手命中目标，用时5秒72。四号选手看到。五号选手对。准备射击。出发。目标出现，但是轮胎接触地面会上下颠簸，气球在轮胎的中间上下跳动的非常厉害。五号王杰没有打上，无形中增大了李志刚的晋级希望。五号选手未命中目标。五号选手退场。七号选手站位，准备射击。秦庆超走上射击地线，卧倒举枪。出发。好，命中。七号选手命中目标，用时3秒78。七号选手退场。在这一轮的竞赛中，七号选手以最好的成绩进入冠军组，其他队员仍然留在逆袭组，大家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你们好好表现，加油！